大家好，我是木糖糖，现在我在我的店里面来了。然后因为前两天播了两天的直播嘛，然后终于把羽绒服基本上都给清仓出去了。然后我同学的铺子上还有20多件，然后他有一天就全部也拖到我店里面，然后我帮他一起，结果两天的时候卖了大概有60多件，所以现在铺子上就只剩这么几件短款的，只有5、6件了。就是这里要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然后这里看一下，就是这个架子上堆的衣服，然后后面还有一些，然后就是昨天直播的时候大家下单的，然后现在我要把它们全部给打包，然后给大家寄出去了。嘿，哪一件？就昨天我们最后卖2000那件，1号。他没有毛衣，有毛衣说就是把毛衣。8号，对。好，还有。你是不是刮得很牛了噻？糖糖现在正在给大家写祝福语，愿你的生活一帆风顺哈，事业顺心。糖糖现在还在写，他那字写的还是特别好看，姐姐多写几个哈。好，现在呢我们把那些货全部都给打包好了，然后也给地址都核对完了，然后等一下那个快递就来揽收了。刚刚我手写了大概有10多张小纸条吧，就是做一些小小的礼物，就是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，也祝大家就是都可以事业顺心，身体健康，一帆风顺，家庭和睦。对，现在来收快递的过来了，这估计然后他们还要拿车了，因为这么多可能装不下。一定帮我包好哟，这个，哎，麻烦了。